创意，很有就是原创性的一个艺术家。我们感觉现在的社会非常缺乏情谊，尤其是我们一种情谊叫大情，对大自然的情谊。那么所以在这一个创作里面，我们是飞到西双版纳里面寻找最纯正最基本的灵感。 Simon 他有很好的一个概念，是把他的大爱跟大自然去融合，然后也有这么一个智慧可以给周大福跟他去 crossover。 这一次其实整个作品是给威尼斯双年展我的个展的准备的。这个国际展对整个制作的细节包括精锐度是非常讲究，我们也是第一次把一个雕塑用珠宝的形式来体现。我们珠宝也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比较就是专业的一些工艺啊，或者是物料，也可以就是把塞门他想表达的一些方法用珠宝的形态去表现给我们的所有观众。比如说就是不同的原材料还有这材质里面有什么可以表达，就是我们想表达那种颜色那种变彩。在热带雨林里面寻找到树叶的一种雕塑的形态，包括最美丽的一种动物叫孔雀，它的颜色它的形态包括它几百个孔雀从峡谷里面飞出来的感觉能把我轰动住。我们一般做珠宝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很仔细的一个设计图，还有就是所有的数据都要很准确。 Simon 他更看重的其实就是整个的形态能不能符合他最初的那个要求，所以呢我们每一次都要就是跟 Simon 去谈，就是其实这个会不会符合他心目中的那个想法。很有意思，这一次第一次跟香港公司合作，因为之前跟很多意大利人合作他们都要求很高，但我也没有想到过跟周大福的团队合作非常开心跟愉快，很亲切很细节，尤其大家都不是考虑去做一个作品去做，而是为了整个我们对我们中国人香港人做事的一种精神而打造艺术品，我非常非常开心。